敬的于家健先生，尊敬的欧洲太极文化论坛和英国德印太极拳学院的各位专家、各位朋友，我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吴氏太极拳保护单位的负责人、传承人，北京大兴明生亮武学研究会的名誉会长张全亮。值此虎年来临之际，我代表我们研究会的全体同仁，代表我的弟子门人，向大家致以新春的祝福，祝大家虎年吉祥，身体健康，财源茂盛，阖家幸福。在今天这个晚会上，我将我表演过的一段吴氏太极拳和吴氏太极刀的小视频作为新春的礼物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热爱太极拳和太极文化，健康长寿，预祝虎虎生威新春晚会圆满成功，谢谢。修心悟得一生真